啦，基年我哋继续学 A3 呢首一级嘅考试歌 Parsons Farewell。跟住我哋咧就系喺第八小节最后嗰个音咧就开始啦。点解会喺最后嗰个音开始？系个 upbeat， 读一次 upbeat 系一个起拍嚟嘅。不过我哋要留意，我咧就改咗个指法咧，系用四手指嚟弹个 A 音啊吓。嗱 ，middle C 喺呢度啦，个 A 系好高噶，唔好睇错咗个 A， 唔好是但揿个 A 啊。加咗一条线，一个 ledger line 嘅 A 音系好高嘅，而且喺个 staccato 读一次。staccato 跳音咁要短咯，四手指喺个 A 音度。dynamics 系乜嘢啊 ？forte。dynamics 系大细声，呢、这个 F 字系咩啊 ？forte means loud。咁你要上手腕咯，咁就够噶啦。企稳啲手指，唔好淋咗。咁你要好短嘅，好快，好似好辣手，哇走啦咁样。好啦，嗱，上咗手腕啦 ，A。跟住呢二手指就去个 F 音度，你会见到有 tenuto， 二手指 F 音 tenuto， 你要拱佢落去，好似哎呀好多感觉挨落去咁样，二手指推入，跟住再弹一次个 F， 两个音都要起，再推入去 F， 又有 tenuto 啦，又拎起，跟住二四手指起起 F A， 嗱，跟住呢仍然系上手腕噶 down up。二三四手指连住咯 ，F G H， 二三四连住啊 ，F G H， two notes lower， G E， 我会用二手指弹个 E， 好，又上手腕咯、哦，去到第十三小节第四句啦，三个音连住 ，down up。Down, up, 二三四 E, F, G, two notes lower. Down, up. 跟住一二三四五，全部 smooth， 要 legato 啊 D, E, F, G, A. 落翻嚟啦，四手指 G, F, E, D, E 就起啦。跟住呢长音 D 啊，唞气有个 rest， 第二次要做细声，四手指喺个 A 音度，好弹个 A 咯 ，upbeat 推入 tenuto F 啊，跟住二四手指要起起起起推入 F 啊，二四手指起起。起手腕，起手腕，跟住 F G A down up， 二三四 F G H， 三手指咯 ，down up， 二手指 E 音长音，二三四 E F H E F。G G 就起手啦 ，down up two notes lower， F D 全部 legato， D E F G A G F E D E 翻翻屋企 D D major chord， 呜好圆满嘅结束啦，好到你做一次咯吓，第三句开始。即係喺第二小節最後嗰拍個 upbeat 喎，哇個 A 好高啊！咁我哋坐埋少少啦，係啦，咁我哋要注意個坐姿啦。我坐嘅位置同你坐嘅位置有啲唔同啦，係嘛？你要近少少。好啦 ，staccato 係跳音喎，咁四手指 A 就跳上去啦，短嘅，跟住推入 tenuto F 音起手，二四手指 F A 兩個音都要起。起起唔使反手啊，跟住又系推入 F 啊，跟住二四手指起起起，手指公唔好翘起吓，唔好翘起啊，屈埋四手指，嗱、呢个都要起 ，F 都要起 ，A 音就跳音啦 ，A， 跟住三个音力加图 F G A 二三四二三四 down。up 手指唔好扁啦，一样 down up up the wrist 三手指 d
down up 就系一手指咯 ，E， 跟住转手指，二手指去 E 音 ，E 呀， yeah， 跟住嗱手腕仲喺度啊，二三四 ，E F G，E F G，down up two notes 咯，三 F， 啲手指唔好再扁咯，一 down up。系啦，跟住好长嘅 legato 上楼梯 ，D E 一齐唱啦 ，F G A 唔好断啊 ，G F E D E D 呀，唞气，咁就做细声啦，要做 repeat， 考试都要做 repeat 呢一次，细声 A A。唔系、哦，我哋弹个 A 音啊，弹个 A， 系啦，做 repeat， 做重复下，细声、哦，要求个细声再细啲添啦 ，A， 跳短啲下 ，staccato 啊，系啦，去翻第三行，二手指 F 音细声，呢次做细声，二四手指 F A 起起 ，F A。F 推入 ten neutral， 拎起，二四手指起起起 ，F 音下 ，F A 一齐唱、哦，准备 down up 啦，啲手指唔好竖起下，二三四，二一 A 上手腕，唔好反起只手、哦、，F G A 细声啦，系啦，三一手指 down up。三二二手指弹个 E 音，呀，跟住咧，我放埋啲手指尾，二三四啦 ，E F G E F G down up， 哇，啲手指唔好扁喎、哦、，down up， 长嘅 legato line。D E crescendo 啦，渐大声，唔好断开喎吓。A G F 一齐唱住啦，好唔好啊 ？E D E 上手腕，企好个手型啦。D two three four。冇错啦，要做重复啦，要慢慢练练好啲 articulations， 好多 wrist 嘅手腕，老师成日话都唔好反手，反手嘅原因就系你压住隻手呢就系唔自然啦，咁你呢度啲肉呢会痛㗎噃，咁所以呢就系唔好做啊吓，唔好专登做一次反手唔好吓，上手腕就等你放松返隻手，舒服返吓。